TVB 爆泄陆怡云，敏之话大件事。TVB 多年嚟都装咗收录系统，收录咗基佬监制、女艺员卖肉上位、高层收受利益同不负责任等等不为人知嘅惊世事件。中招嘅包括邵逸夫、方逸华，仲有曾醒明。最近有个自称是无线艺员部前经理卢志仁一人在微博爆料，搞到小生花旦，人人之危。如果即系换衣衫嗰啲，譬如更衣室啊嗰啲，如果真系有就大件事咯，但我都会小心啲。而家呢个科技太发达啦，喺眼镜嘅中间都可以有一个镜头嘅，几难避免得到咯。我谂知你有心防冇心噶。哦，但啲相张张都系黑白兼水平视线。边次高角度 CCTV 影啊？仲有啊，冇理由连揸 fit 人阿六叔六婶都唔知道被影噶嘛？计我话，即系鸭寮街500蚊啲货仔呗，偷拍眼镜。赵仲文都离开咗 TVB 十几年啦，入边佢所讲嘅所谓偷拍嘅话，咩监控啊嗰方面啲嘢咧，就完全冇啲咁样嘅事啦。除了走廊啊，有关于安全方面咧，咁我哋咧就系、是、以保安嘅理由咧，系装咗一啲即系中央系统嘅闭路电视。咁啲偷拍咪好耐之前影嘅咯？我哋就真金不怕红火嘅，因为喺公司内部根本完全冇啲咁嘅嘢啊。我哋啲团拜啊，我哋有好多人都揸住个相机啊，或者系用个智能电话同佢影相嘅，系咪？你呢啲又防不胜防嘅问题，佢影咗啲相咧。是有啲咩有咩动机？佢仲话 TVB 十几年之前系有个普通员工叫做卢志仁，并唔系咩艺员经理，所以唔明白间嘢有啲咩动机咯。